小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我说你咋这么高兴呢？不是因为过生日高兴，而是因为我发现我跟咱们公司采购部男神郭子欣是同一天生日，所以我打算跟他一起过。你为什么跟他过？你为什么不跟我过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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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我最讨厌你问为什么了。反正我今天就是要跟他过生日。哼！没你也比干谁要？走！你们不高兴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起来！学姐，一起玩起来好不好？我就是公司采购部男神郭子欣。好帅呀。哎呀，小美啊，这是我送你的笔记本电脑。哇塞，太帅了，谢谢。大春儿，这是我送你的笔记本。小美，你来、啊、你来。怎么啦？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我也有个事儿跟你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先说。一起说。嗯。生日快乐。喂。喂。小美、哎、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。我也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呀？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呀？一支笔。小美，你为什么送给我一根笔呀？你为什么送给我一根笔呀？因为公司刚发的。我天哪！摸一下，小美。讨厌。走，我们去过生日。去过生日。小美，啊，你来。怎么啦？你那啥呀？给子欣的生日礼物。你给我看一眼呗。行。嘿，想给我扔，门都没有。啊，子欣。啊。大春把你送我的笔撅了。撅了。笔撅了。没事，小美。这根我也送给你。啊大春，你看你那啥呀？子欣的生日礼物，你给我看一眼呗。行。不是，哎，那个，哼，想跟我争，门都没有。子欣，啊，大春又把你比撅了。那撅你一回了，你咋还给他呢？我以为他没劲儿了。你以为哪那么多以为呀、啊？你给他十根笔，他都能撅了。这是个绝活啊。嗯，小美啊，就怪你、嗯、我过生日没有生日礼物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就怪你，过不了生日了，怪你，就怪你。你怪我？你以前从来都没有怪过我。今天这事我就得怪你，我怪你让他觉得太晚了，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生日礼物。
你都撞着我了，我撞回去，我也撞回去，我再撞回去，我撞你，你俩都撞着我了。我现在就把这事告诉那谁，你给我等着。不是村儿啊，村儿，那谁，那谁是谁呀？那谁就是那谁。那谁？他是咱公司的老总的儿子，特别有钱，已经把所有人都收买了，所以我好担心你呀。小美，你不用担心我。那谁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怕他。不管他是谁，我今天想看看他到底是谁。哎，谁要看看我到底是谁呀？没错，我就是咱们董事长的儿子纳水。郭子欣，刚才你是不是管我叫那谁？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管我叫那谁。你是不是也想管我叫那谁？啥你都敢叫。郭子欣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留个电话呗。郭子欣，你听没听着？没听着啊，聊天呢吗？这怎么智商下来了，情商也下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今天就当着全体公司员工的面来跟你碰一下。哎呀，你太嚣张了，来吧。停，那谁，你怎么可以欺负同事呀？小美，我喜欢。你是不是也喜欢？那是你该喜欢的吗？小美啊，来前我都听大春跟我说了，你要跟郭子欣你们两个去过生日。我这么有钱你不跟我过，你跟他过，你是不是没长眼？三只眼。我哎，没打着。小美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你啊？小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作为一个女孩，手劲儿大，脾气差，嘴不甜，还没钱，你说谁能乐意和你一起去过生日啊？你换我，我都不乐意和你去。我，但是我会成为你的生日礼物。我有钱没？我爸有钱没？没有我爸我还有钱没？没事啊，我有我爸。这公司都是小产业，我爸现在手里有个大工程，就是整个成都的美容美发都由我爸承包了。小满，我这就带你去过户，作为你的生日礼物。去干美容美发？去啊，去吧，女孩不都这样吗？爱美，爱做头发，两天一染，三天一烫，对不对？去吧，俗气。嘘。原来一直以来你就是这么看我的。好，我跟他走。等一下，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过，其实我才是整个成都最好的理发师。子欣一步广播站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子欣啊，快快快，来来，穿我这件衣服，别冻着，别哭别哭。哎，放心。哎呦，我刚想问你怎么样，还冷吗？
完了给我也蹭湿了。子欣，你对今天的作品满不满意？那你觉得你今天的作品能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排名呢？好，那子欣，我是不是比你帅很多？把衣服脱下来还我了。我是不是比你帅很多？是不是？行，他回不回答无所谓，让我们一起继续。